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有时尚奥斯卡之称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慈善晚会。这个今年装扮的主题是“黄金年代”，包括这个明星、model、正常名流是真侪人参加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乐凯超级 model 吉吉哈蒂德换一件乌豆红的大衣，上女王气势。大衣内底真假，让大家看到伊好身材。红毯啊，除了哈蒂德姊妹啊，包括金卡达夏、卡达尔珍娜和凯莉珍娜在内，卡达夏因这口罩嘛穿甲真水出场。美国一年一摆时间晚会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办活动，当地时间二号正式举办。今年的主题伫咧表扬美国新派，件红毯啊穿的衫是以黄金年代正作主题。主持人是演员莱恩·雷诺斯和太太布雷克莱弗利。伫咧时间界真好装他打扮的布雷克莱弗利，穿金丝是粉红色礼服。一个无场地，煞直接变作另外一束青色的礼服，予现场的来宾看甲嘴也开开，感觉真水。Everybody has been going through a really, really hard time. It's nice to come out and breathe fresh air and be with people and celebrate life. 红毯啊，除了超级 model 含真侪明星，毛真侪政界有名的人。前国务卿希拉瑞等21年参加这个活动，伊咧会阿妈娘阁特别请60位美国历史有名女性。纽约市长亚当斯嘛含太太做一件红毯啊，卡只片嘛写禁止用枪的口号。身边徛74岁超级 model 妈妈宣布被 Twitter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伫咧红毯啊变高追的表情，让大家感觉真心笑。We have to get rid of the bots and trolls and the scams and everything, because that's obviously diminishing the user experience. 歌手雷祖唔呐穿个啪哩啪哩，佮直接表演本片啊！现场的记者拢记佮本一摆。2020年主持晚会因为疫情取消，2022年佮一摆落来举办，嘛代表全世界会继续走向正常的生活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